师傅，你也冲的真的是他们的便便吗？你要冲到哪里啊？就往那个边上冲是吧？哦 ，OK， 那你交给我们吧，好不好？嘿嘿，这行。呜呼，来，接着那个，是这个是吧？我要怎么扫呀？哎，哇，你知道这个味道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汤臭。它这个还挺顽固啊。啊，相当顽固。哎，真的很结实，这个。对，它真很黏。哇，一个个消除的感觉，一个个消除的感觉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他们都来了。哎，嗨嗨嗨，哇，他们为什么？看来我们语言不太合适，一看就是假的。我们那个话是有点就是侮辱性的，听懂了，走开，很凶或者之类的。我说是滚来呀，你来。亮哥，不要给他过，亮哥去堵住那边，堵住那边。哎，让他出去，让他出去。哦，出去，就是让他出去。哎，对 对, 对，让他走，让他走 ，OK。亮哥，让他往这边，让他往这边。哎，他怎么？哦，往那边了、啊。他这条路比我们熟多了。哇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队形站好，队形站好啊！他们就在这里吃东西是吧？好好吃啊，好好吃啊，吃饱点，喝足了啊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他们在吃什么。他们很开心，我们先不要打扰他们。看到有一位农夫走过去，这位农夫的背影怎么那么熟悉呢？哎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他在跟鹅聊天，叫鹅慢慢吃。没有一只鹅理他。来，我们都穿的白色的哈，我们是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啊。这不是王老师吗？王老师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一直在这里啊。原来是额头。额头亮了是吧？额头亮了是吧？我的额头有点亮。额头有点亮，这个。OK， 对对对。哎，我小时候真的喂过鹅的，我们家小时候有养过鹅啊。对，哇！我记得那个时候下完雨以后会去捡那个蜗牛，就是跑出来的蜗牛，然后捡了一桶回去，然后就把它拍碎了，就是剁碎了，然后喂鹅。鹅也会吃肉的。哎，你要吃肉吗？吃肉吗？来吃试试一下肉吧，来试一下肉吧。啊！你喂它一下，来，来，这个好吃，来，这里有嫩的，来来，哎，温柔点，温柔点，啊哈哈，温柔点，你去哪里啊？哎。他们为什么不吃了？